总是被说小猪第二的小鬼黄鸿升，随着淡出主持多年的节目娱乐百分百，慢慢将演艺重心转往歌唱、戏剧等多方面发展，也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近况与粉丝互动。我不要像个好人，别假小心，宁愿是冷漠的人，狠狠转向。在发片宣传期顶着中分头卖力演唱的小鬼，23日在脸书发文透露自己前去朝圣日本知名漫画家伊藤润二在台湾开设的恐怖美学体验展，只见小鬼站在纸板后方，巧妙地融入角色，写下你们喜欢的妹妹头，戴着墨镜顶着妹妹头乱入墓园之中。粉丝见状留言直呼，真的毫无违和感，好可怕的妹妹头啊，有一种可爱的反差萌呢。